以无错有错，这是我们的有错生南山律在家下品文属于第二段。是南山律在家背的第二段的书家耶稣的作者的宣传五十六页啊，这一本哈、啊，这一本很详细的来加以解释。好，谢谢。又分为两个小段，两位小段，初次耳学无有错的，最初一小段也是耳学没有错，没有错，没有错，也就不需再有任何造错的意义。由下次是三性名词介意。持介意了由此液体以下，液体以下，其次一小段解释意业的私心少，虽然是在三性当中，这是三性当中仍然称为持戒的意义，善恶无记性。耶稣续言，故彼问曰：若无错，是色相有何求？答：色等五尘，非罪不性，不以色性为无错也。又如火烧，色是恼坏相，无错非恼坏相，不可得故，不可名色。好，本文接着前文，从理性上来说明如何无错皆体是色法体化。我们刚是非色，又将会有两种的破事。所以他用设法来举例的话，因为他是非设的，但是你现在用设法。一首序言，一首继续说。故彼问曰。故彼问曰。这是宣主假设的问题。但是他用就像我们的赛可赛的这个那无错是色相有何求？譬如无错色相有何求？假如无错皆体，既有设法的这种形象，将会有怎样的过失吗？色等五尘，非罪福性。色等，色等是色身香味触啊，就是我们的十秋里面五尘属于色法，它不是罪福性的，不是罪福的体性，它不属于善恶。既然不属于善恶，造善就得福，造恶就得罪。它不属于善恶，所以就不是善罪福性，罪福的体性，罪福的体性了哈。当然，在解剖学，我们的大脑视丘里面的确是就呼吸不进去，色性为无作也，色性为无作也，所以呢，又不可以用色法的性质来作为无作的解体啊。这是道宣律师这么具体告诉，又如佛说，又如佛这么说，这是在道南山律照家背了五十六页了，无作非恼坏相，色法第三行，但是。所以有苦恼有坏，既有苦恼损坏，苦恼损坏的现象好象征，而无作皆体并没有苦恼损坏的象征，因为无作皆体是不可得的缘故，不可以恼坏的缘故，所以不可以称为色法。机缘是云，机缘是云，机缘体，机缘体就解释说了，二正非色，中有二。第二部分证明无作皆体，非色的道理当中就分两段来说明。初引前问，最初引出这个前文假设的问题，前面一段文就刚才耶稣所说的，对，用心看哈，然后答中。在回答的文当中，若立为善有二种果，假若建立无作皆体是色法体化，就会有两种过失。第一，非罪福性，色法不是罪福的体性。体性啊、第二，这个、色法是可以有这种脑坏的象征，如五尘四大。既有恼害损坏之意，又如同五尘，色声香味触五尘，地水火风四大，这些色法都具有这个恼害损坏的意义。耶稣续言问：无错为身口业，身口业现即是色也，啊，言无错者。但命生口业，实非生口所错，以因生口意业生故，所谓生口业性，又无错，亦同一生，如何所谓色性？
如无色界，亦有无臭，可名色也。好，一说具体怎么说？那就问道。问道哈，这个是无臭为身口业，无臭界体。这界体是假借这个身口，是假借身口恶业所造成的。身口业性体是色也，既然有身口的色法的业性，所以无作谛体应当就是色法了啊。啊，回答说，言无作者，但名身口业，实非身口所作。这里所说的无作谛体，无作谛体哈，我们了解到了啊。虽然称为，只是称为身口业，虽然啊，这个只是称为身口业。实非身口所作，实非身口所作了，而只是用身口作为助缘，而是用意业为主，引导身口所产生啊，所升起的缘故，所以说它叫身口的业性。要有意业做引导的，不光是身口，不光只是身口的情形，业做引导。王玉律师真的非常了不起。又者，又者，我们无作界体是哈，无作界体是也是什么？也是从意业的失心所所造作而生。也是从我们现在是用大脑皮质，就好像是的失心所当下的造作而生的第六意识啊。但是我们的相识丘在闭眼系统里面的如何说为色性？既然从意业的心法而生起，怎么可以说啊？说无作界体既有色法的底性呢？这怎么可以这么说呢？如无色界，如无色界亦有无处可名色也，可名色也。又如同修饰空片所造作的意念，他能感得无色界的果报，也有无处的业因，也有无处的业因。难道也可以称为色法吗？难道也可以称为色法吗？机缘是灵，机缘第一起是说啊，因后问他。第二，引后文的问答来说明无作界体非色法的道理。无作界体，问中，问中哈，在提问当中，身口是色，业性亦应是色。业性亦应是色，啊，这个是当时。身口是色法，那无作界体是假借身口而生起的，因此，业性应当是色法才对喽。啊，从在回答的文当中分两段来解说，错证明义，最错必须先解释无作界体真正的名称意义。好，我们现在呢，针对无作，实非身口作成，实非身口作成，就像我们大脑皮质跟闭眼系统哈，六七是有实在并不是身口所造作而成就的，所以我们为什么透过白净式白净法白净里面有好像垂体，因为从此地这方面来谈论，所以来谈在提离三性的时候，就是谈这个善恶无记三性的时候，并没有造作的缘故，并没有造作啊。无作界今生可亦生产，这是无记心，为从本座得名故，为从本座得名故，又因为无作界体是以身口作为业用，啊，身跟口这是作为业用，而由意业的失心所生起，意业啊，有意业，这就是只从根本受体时是由失心所造作所获的名称的缘故，所以我们所谓的失心所跟意根哈，又下又无作以下的文史啊。赤章非色有恶，赤章非色有恶是次段，其次这一段用来彰显无作界体不是色法，先来彰有两项的名称，我们来看出曰能造结体所化，最初就在能造无作界体的因缘当中，也是从意业失心所生起，借着这一层来诘问，他所发问的问题，
来反问，来反问他说发问题问题。如下：二月空报直提因缘，如无色界以下的文，譬如无色界以下的文是属于第二，第二。就他修饰空就定所获得的果报体，用来咨询修无色界因地所修的因地所修的业性，并不是设法。好，我们现在在这边我们继续再就两次，无色界体一定不是设法啊，所以这边印证了哈，无色界体一定不是设法。以上这些耶稣记卷十五啊，这是出自于耶稣记卷十五啊。好。